继续喽。那么，我带各位到车站的路口来了，继续走。叮叮叮叮，来喽，走出外面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惊讶了一下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哎呀，这是。哇，雄伟的建筑物，这就叫车站哦，好大间哦，这也就是帝都哎，真的蛮大的哎。飞鸿帝都，飞鸿帝都哎，为什么要加个飞鸿？是因为城市都用红砖头砌出来的吗？一样都是这么壮观啊。老实说，人太多了。不过看到倒立，轨道车，有种来到帝都的感觉。哎呦，地上有那个哎，有捷运这种在路面的捷运轻轨，倒立轨道车就是那种像小型列车的东西吗？我也没坐过，是能跟帝都各地相连的吗？没错，那是能。连接帝都内16区块的交通工具，感觉好神哦！哇，有自己的专属轨道，这种 B 级入选，没有，这应该是 B 级还 A 级，不晓得，管他的。总之就是在路面的轻轨，是说帝都特有的景色也不为过，加上车资又很便宜，移动时相当方便。购买一年定期票券的人也很多，哇，一年买一年的票，然后就可以一直坐，是不是？好壮观哦！也有很多倒立车行驶。哎呀，正面那栋看起来很远，就是很有名的皇宫，是不是？皇帝的陛下的城堡，巴尔弗莱姆宫。据说铁血宰相的。帝国政府也在里面，嗯，没错。那么我就在此先离开了。3天的特别实习，各位也多努力了。是的，谢谢你特地送我来一趟。哇，16区耶！他那个买一年票券，应该是就想很像买下去之后，就一年多少钱，无限次搭乘吧，搭到你爽。我觉得这种真的蛮划算的。就是你鼓励大家一直搭乘这样一年票券，怎么说看起来不像军人呢、啊？说来，对啊，说起来，铁路宪兵队在帝国也是众所皆知的精锐部队。不过各地的贵族倒是厌恶他们如蛇蝎，毕竟只要有铁路，就那群人就能自由的介入维持治安。嗯。雷格拉姆倒是不太常见，因为那什么东西，从自然公园看来，充满精英应该是毋庸置疑的。的确，感觉气势压过同等数量的领邦军。等一下，六福村也有一年票券，这是你是六福村派来的吗？太有趣了，还有一种叫做那个啦，家庭卡。我算了，不想讲了。嗯，话说他那样娇弱的美女外表，莫名的跟军服很搭，真是犯规。干嘛，亚里莎，你为什么要这个脸？不爽是不是？跟莎拉完全相反。呵呵，对呀，他们两个人好像认识的样子。那好，我们好就走吧。先搭轨道车，先去确认住宿的地点吧。嗯，长达3天的时间，互相加油吧。哎，你们也是，小飞、劳拉同学，请务必小心。嗯，你们也是。愿女神保佑你们路上小心。我换了伺服器之后，完全没有丢失影格。哎，看来换了伺服器比较好哦。嗯，那么再见了。分别了，我的亚丽莎跟我分开了。
往东的倒立轨道车即将发车，哎，有车长哎，要搭乘的旅客请尽快上车。哇，我们就这样跑上去，也只有我们呢、啊，要发车了，就这样出发了。走掉了，我们要到我们住的地方了。他这里的地址好帅哦，就只有路名，接下来就是区，这一区这一区几区几号多少间，是不是？不晓得，反正他就是三个数字。感觉这种地址很炫的，很像在猜谜，有没有？看到数字以为说，哇，这在哪里？在猜谜哦。搭 BRT， 这个有轨道的比较不像 BRT， 比较像路面轻轨。BRT 是公车。嗯，好久没有来帝都了。这条大道的规模真令人惊讶，呵呵，是吗？对帝都的居民来说，这是很理所当然的景象。但是倒立车还有这个倒立轨道车，对地方的人来说，好像很新鲜。嗯，虽然地方少了，地方的马车渐渐少了，那但我没见过这么多的倒立车。大约20年前，好像还大多是马车的样子，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。哦，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哦。帝都和共和国的首都都充满了倒立车。第二应该是克洛斯贝尔市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话说你啊，这么年轻就去过这么多都市，果然是因为在之前待在那里啊。嗯，因为团里的工作去过的。哎呦，劳拉变脸了，劳拉忽然就变脸了。哎呦，有老奶奶坐在后面呢。对了对了，住宿地点是位在旧城区大道。是怎么样的地方啊？艾略特的老家也在那里吧？哦，那里可以算是非常平静的大道吗？因为是旧城区，为什么要加一个旧？就是因为早期在那边开发就会加一个旧字，是不是？那旧金山怎么办？前面要右转哦。反正倒立车会转嘛，又不是我们转。哎呦，他自己转了吗？对嘛，右转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我们好像搭上了直达车，哎，蛮方便的。哇，其实帝都还蛮漂亮的。到了，到车站了。这是直达车，哎，我们到了帝都旧城区大道。旧城区大道，我不太常来，因为你是首长的儿子没？你当然就是在那边又新又棒又好的地方啊！这种旧城区平民，这才叫平民来的地方。你这个假平民，好了，不要念你了，假平民。你住的地方还挺不错的嘛，是吗？那就快点找地址上的那个地方吧。对了，艾瑞特。去之前，既然你在家附近，先回家一趟比较好吧。欸，要回家吗？欸，可是，嗯，我觉得那是人之常情，有点想看艾瑞特的家。哎呦，艾瑞特的家，难不成你有没有妹妹？你的妹妹是不是真的小英？的确是，就在附近了。爸爸应该不在，不知道姐姐回来没有？有姐姐，你是姐姐打完妖怪回来了吗？嗯，驱魔回来，驱魔嘞。啊，姐姐会不会变身？对了，艾瑞特有个姐姐嘛，那么不就更应该回家一趟吗？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哦。有，要去看真的小樱了。就在那个方向，是路边的第二间。哎、欸，这么近哦！虽然可能没有人在，总之去看看吧。
我有很近哦，住得很近哦，在那边的第二间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直达哦。在哪里啊？不管，先跟路旁的人讲一下话。好好，不愧是帝都，整座城市都有地面铁路运行，这就叫做岛立轨道来着吧？舒适度和景色都很棒。哎呦，这个小妞讲一下话，观光客，红色街道砖头，这一带好像住宅区，真是漂亮，好向往啊。好了，不讲了，不讲话，走，这里，走进来。哎，到了，呼，好像很久没回家。你家这么近，你还不让我们来你家，你是有什么问题？我有点紧张哎。好像能体会，就像我回到家，我也会紧张，是不是，李恩？呵呵，在门前拖太久不是太好的事情哦，赶快敲门啊，让我看看你家，叫你姐姐出来啊，姐姐，我对你姐姐非常有兴趣啊，嗯，姐姐要出来咯，哎呦，很兴奋哦，姐姐，你家好大哦。我天哪，你家的门口看起来才一点点，里面居然这么大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人趴最近有活动吗？有活动一定会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这大的好夸张哦，这就是艾瑞特家。我天哪，你家太大了吧？这实在太夸张了。好好好，马上来。这是你姐姐，这是你姐姐。我以为会跟小英长得一模一样，结果只有你长得很像小英而已。你姐姐一点都不像啊。哎，这位女性跟艾瑞特好像，哪里像？像在哪里？那个，我回来了，姐姐。他叫菲欧娜，菲欧娜、欸，艾瑞特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看到艾瑞特？什么脸色表情有点惊讶？什么要跑过去了？哦，有这种姐姐真好，假平民，有这种姐姐真好哦，马上就过来抱抱了。哦呦，哦呦。啊呦哦呦啊呦！哇哇哇哦！哎呀哎呀，真的是艾瑞特耶！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你了。啊，女神大人，我由衷的感谢你。这太夸张了，怎样？艾瑞特是死掉了是不是？只是去参加军官学校，不是去自杀好不好？你这姐姐真的太夸张了啦！这个姐姐是有什么问题啊？看来他们姐弟的感情很好，的确令人羡慕。马基亚斯，你那个表情太好笑了，令人羡慕。菲欧娜·克雷格，我是艾瑞特的姐姐，菲欧娜·克雷格。艾瑞特怎么脸有点红啊？啊，好，大家好像非常照顾我的弟弟，能见到大家我非常开心。哇，那里承蒙他照顾呢，我觉得对啊。那个军官学校真的是要有钱人才能读欸，你看一个平民家，我以为艾瑞特是里面最平民的平民，想不到最平民的平民家。客厅竟然如此大，大到这种境界，这怎么回事？承蒙他照顾，细心的艾瑞特帮了大家很多忙。对啊，对啊，马奇亚斯，你是不是在害羞啊？看到漂亮的姐姐会害羞哦。啊，马奇亚斯，你也会害羞？啰嗦，哪有？呵呵，李恩跟劳拉。还有马奇亚斯和小飞，对吧？就跟信上面写的一样，看来你交到不错的朋友呢。为啥姐弟的姓氏不一样哦？你没讲，我还没发现呢。他们是姓氏有不一样哦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哎。麦块什么时候直播？明天，好不好？
对了，姐姐，你今天不用教钢琴吗？姐姐是教钢琴的，太棒了！姐姐结婚了吗？姐姐，你结婚了吗？有男朋友吗？今天正好休假，哪有这么刚好？孩子们也没有来上课，回来的正好呢。你自在家自己家教钢琴。